吃了，所以一定要比你们早回到。妈，下次你要来，跟我讲一声，我可以去载你们吗？昨天给你通电话的时候，我听见你有几张咳嗽，今天一大早到矿上买材料，都来这一壶汤给你喝呢。你妈是疼你，怕你跑来跑去，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，而且啊，很久没来看你，所以才把汤送过来给你。是啊，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很辛苦的，不好好补充身体那怎么行？小便不良会熬出大病来的。下次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早一点通知我，要不然我出去采访，那你们不是白来一趟了吗？你看我女儿多贴心啊！我在房间，救救我！公司有事吗？怎么了？没事，你们先坐一会儿，我拿他们进去吧。家我打这么多次电话给你，为什么你不接啊？是我不接，孩子已经睡着都听见了。对啊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怎么办？总之你不要让他们发现就好了。不行啊，你五点半的钟不给知道吗？你还想让他们留住吗？我尽量打发他们走。你去跟谁说话呀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是这样吧。是主编打来的。主编，你们主编也真是的，现在中午饭时间也不肯放人啊，想揍死人吗？哼，别说他了，这一壶汤可以留到晚上喝，现在趁热把它给喝了吧，保证你要消吗？也不能等到什么时候。